原来流泪的不是忘机，而是王老师，怪不得肖老师对这场戏印象深刻。流泪金丹那一场，王老师在这个剧中很少，就是有那种情感特别浓烈，然后有一场他就落了一滴眼泪，然后呢那个镜头拍得特别特别好看，特别帅，特别。给我们看，然后不停地闪回他流泪，不停地闪回他流泪。